蓝子咸水鸡，吃宵夜也能减肥。我待会要拌它的配料、啊，这个一定要的啊，咸水鸡。对对对对，我看到大家都有，说那个酸菜鱼、酸汤鱼，好丑。对，这个当然了，这个可以燃烧体脂。快点，都给我吃！今天晚上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